较扁扁的那种吗？是我们湖北这边特有的一个鱼类。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。我叫施建军，我今年52岁，从厨35年，我是这个第4代武昌鱼的传承人。这个武昌鱼呢，它营养丰富，含有包裹脂肪酸，肉质细腻，非常适合老人跟小娃来食用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清蒸武昌鱼，很传统的一种做法。我们主要的是选用我们湖北鄂州防口产的武昌鱼，它这个武昌鱼最大的特点是13.5刺。那么我们所需要的辅料就是有盐、鸡汤、猪网油、冬笋、大葱、香菇、生姜、鸡粉、火腿、鸡油。第一步，要把宰杀好的武昌鱼用40-50度左右的热水把它烫一下，这个关键的第一个地方。那么烫的原因就是会把鱼身上的腥味啊、不干净的东西去掉，然后我们就把鱼改刀。抹盐，然后把辅料冬笋、香菇、火腿、姜葱等配料，把它码好。第二个关键呢，就是焗网油，再把这个焗网油覆盖到这个码好辅料的鱼身上，然后进行旺火清蒸。那么我们在家庭平常时的话呢，也可以用猪油代替。那么蒸制的时间根据鱼的大小，一般我像我们这2斤多的鱼，我们要蒸13分钟左右的时间。一般正常的话，1斤左右的鱼只用8分钟就可以了。那么蒸好了鱼之后，我们再用这个鸡汤勾完一点玻璃墙，然后再打上鸡油，浇在鱼的表面上。这样装盘，我们这个武昌鱼就蒸好了。武昌鱼在我们，应该在我们湖北省啊，鄂州市，我特别是鄂州市是最普遍的一个鱼，是基本上群众食客必点的，也就是我们群众在家里面是必做的一条鱼。说一条鱼的名字，有一代伟人来命名的，就是在他诗词里面提到过的，只有武昌，毛主席提到过。这个肉质也比较细腻，所以口感也会比较好，无论我们清蒸还是红烧，都能让人感觉就是吃起来很细嫩的这种感觉。我们还是有武昌鱼的这个情节的，因为武昌鱼它是一个好鱼，有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一条鱼，而且也是营养价值比较高的一条鱼。那我们还是希望在我们的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，在我们产业人员的努力下，包括企业人员的努力下，还有养殖户的共同努力下，把这条鱼的这个，无论是它的种业还是它的产业，能够更加绿色、高质量的去推动它的发展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武昌鱼，让更多的人喜欢吃武昌鱼。我希望我们的武昌鱼啊，从供应链到我们的厨师，到我们的家庭啊，它能以最好的品质，以我们最高的技艺、创新的技能，能展示给食客。